欧派同仁们，大家好。好。给点热情好不好？好。对对对对。哇，伊娜今天穿的很辣，我眼睛都不知道往哪边看。其实我们这一段是临时 Q 的，对，因为今天艾莉克是因为有点刺激，所以会由我们两个来当伪娘主持人。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哎，我们不是都是好同事吗？对，只认真的拉拉看有准备他们更尬聊的小时。那明年我们两个可以担当这个综合大任吗？那主持费要给我们吗？老板可以吗？好，那今天呢，在开场前呢，我们有几个提醒的通知要跟大家说一下，注意一下。就是有开车的同仁，在你们离场之前，请记得跟服务人员做消毒的动作再离场哦。还有，今天有因为大家都有喝酒嘛，所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边大众捷运还蛮方便的，所以大家请务必遵守这样一个规定。然后再来呢，今天晚上节目内容真的很丰富，除了我两个主持之外，我们请到两个神秘嘉宾，两个神秘嘉宾。第一个是，没有啊，不是今天我都已经公布请哪些艺人，怎么还会有神秘嘉宾？他说的嘛。其实呢，我们的神秘嘉宾第一萧敬腾。欢迎萧敬腾。我萧敬腾，那他讲对了，我们还有一个神秘嘉宾林俊杰。你们都不过嗨，大家坐上你坐荧光棒吗？好了，刚刚又来，那我看到灯了，好不好？没有亮。对，就是这样，营造营造这个感觉。那就换个跟大家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两位今天太忙了，所以没有空啊，所以我们另有准备了。今天的艺人目前都好像还没有公布，对不对？对，好，那所以今天也会揭晓当时在投票的一些投票的人数。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等一下open的开场。我想这个走道大家可以清出一点空间出来吗？红毯的地方大家一起不要站在那里，因为等一下有一个特殊的表演团体。这边有没有辅仁大学毕业的辅大的校友？有没有？好，我想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任何一场或是一些欢迎或是一些社团？那背头像，我就是这样子背，他这样背，我这样子。好，那你知道我以前大学最想参加什么？那就是身材，英语用色吗？答对了，这个没有默契。我是说，我是想参加男模色，男模。好，其实我。大学的时候蛮想参加竞技啦啦队，我想说把这样一个漂亮女生给举到了肩上，酷不酷？那所以呢，我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去年曾经代表台湾去波兰参加世界竞技啦啦队的队伍，也就是辅仁竞技啦啦队。好，那让我们一起欢迎辅大竞技啦啦队。我们先来个开场倒数吧，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倒数。五、十、七、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欢迎辅大竞技啦啦队！
我们欢迎今晚最重要的人物，优派的御任主持人艾利克斯。大家好，为什么只有一名男生？这一桌本来这么好，就是你。我们两个这一桌全部 high five， 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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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男生握手，对不起，来，来，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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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 ，New Sunday，Are you happy to be here？ 给我一个尖叫。去年好像只有22、23桌，今年要17桌，对不对？好，我们再给我们的普拉拉拉队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你们，很棒。他们是台湾之光，还代表台湾是波兰参加这个世界的比较赛，啊，不是世界的这个 World Championship， 这个拉拉队的 Championship。谢谢你们 ，OK。好，那我们今天呢，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尾牙了，很高兴又可以来到跟大家见面，非常开心。我本来想说今年应该没有机会主持一个尾牙了，去年是为难那个董事长，就是捐钱，我想他应该今年不会再请我来，然后又请我来，表示他很喜欢我懂他捐钱，所以我们一定要破去年的记录。我刚刚看一下，今年最大的奖才5万 ，James， come on。20、30万，我让他爽一下。哎，这不在想 ，note， 写 email， 明年不要让艾利克斯来。反正我今天已经在台上，最后一个机会，就趁这个机会弄你一下，好不好？对吗？欸，他一直不笑的，一直不笑的，今天是要再逗他笑。好 ，no problem。我们今天呢，一样，我们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有大奖品、小奖品，我们今天有精彩的表演。我最喜欢比赛的优派的这个尾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但有奇人上来表演，你们自己还有表演。OK， 所以今天有哪几个团要表演？给我一个尖叫！来，哪个团最厉害？哪个团最厉害？哪一桌在哪里？我最喜欢这个你们自己员工投的这个表演，投的表演是最精彩的。所以等会投人表演的时候，大家到我们这个舞台前帮他们几个加油 ，OK？ 然后去年没有抽到大奖的优派的朋友们在哪里？没有抽到奖的，哦，有这么多啊！我本来说今天人人都有奖就算了 ，James 帮就帮了，大家都要奖吗？又来了，我真的觉得这是我最后一年会看到你们了。借酒装右手边这个酒，一个台阶，好不好？朱哥哥你好，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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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准备？今天舒不舒服？快不快乐？今天来，等一下，我帮他打开。确认，有，还 OK 吗？我来，你还 OK 吗？OK 吗？谢谢大家，辛苦一点啊，这一年，我们有很好的成绩。哎呀，好成绩哇！通常董事长不会这样说，说的话就是哇，今天奖要很大了。前那个kickoff meeting 讲得很短，今天讲比较长一点啊，表示呢这个。每个部门啊，每个区域大家做的都非常好啊，谢谢各位，很辛苦，但是呢，我看到今年机会呢更大，啊，这个
大家一起能把握这个很好的机会啊，把握很好的机会。哎，希望大家今天玩得愉快。会，你慢一点啊。啊。慢一点。好，主持一下。真的好。会的，会的。你好好准备一下那个红包，我帮你送出去。No problem。谢谢我的工作。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I'm just a messenger， 我只是传达你的话的，所以今天有红包吗？预祝大家这个春节快乐，新年快乐啊，万事如意啊！谢谢。好，谢谢。今天请人物，我们跟大家敬酒，大家请举你们的酒杯，好不好？把酒杯拿到我们的舞台上，把这次帮你拿你的麦克风。对对对，哎，你不给我酒吗？Hello， 你不给我酒了 ？OK， 没关系 ，It's OK，It's OK。那个主桌这一瓶直接给我吧，倒一杯，倒一杯。来来来来来，谢谢。那台下的右派朋友们，全部举双手，朋友们，请举起你们的酒杯。有红酒的举起我们的有丝，不喝酒的就举起你们的这个有橙汁，好不好？Ladies and gentlemen, to a fantastic 2018. We look forward to a bright future 2019. 好不好？一个更好的2019。Cheers, 大家 ！Cheers, cheers. 我是长 ，Cheers。董事长都干杯，我要干杯了。Cheers, cheers, cheers. Cheers， 谢谢。开玩笑的。董事长，请就坐一下下而已。一下下，因为我们有一个小的一段这个影片。好，今天一开始我先跟大家讲，如果今天有喝酒的话，请不要开车 ，OK？ 不然就是要开得慢一点。No no， 开玩笑，开玩笑，这不行，开玩笑的。如果有喝酒 ，Please do not drive， 不要开车 ，OK？ 如果你有开车来，请准备有朋友帮你开车回家 ，OK？ 如果你要喝酒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刚刚的朱董事长也讲到，2018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挑战，我相信2019呢。对全部这个我们的 tech industry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挑战。那我相信在 Usonic 在我们右派的朋友们呢，一整年都在 play hard work hard， 所以今天就是要 play hard， OK？ 所以今天玩得开心，要喝的，要吃的， go 100%， 然后要表演的，等会上台呢努力的表演。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员工，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第一段是我们的资深员工讲，我们有很多的员工呢是非常 loyal。OK， 对我们 Usonic 5年的朋友，有10年的朋友，有15年，还有几位找不到工作待了20年，真的他们很努力的，但是有3位怎么找都找不到，就是没有公司 hire 他们，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影片。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 Film Festival， 对不对？又拍了这个国际影展，我们有很多影片。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资深员工奖，我们现在要看的一个影片，我们要谢谢他们。今年31年，我们的 Usonic 又拍国际影展 ，Usonic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aipei。31，接下来呢都是我们的资深的员工，5年的，看到员工朋友们给他们掌声。好，给他 Peter， 我给维尼掌声一样，25年的员工朋友们 ，Aaron， 好，10年的朋友。15年的 Bonnie，Alex， 哦，这个名字好 ，Alex。好，20年的资深员工 ，Jessica，Chris， 和 Gloria。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现在请 Chris、Jessica 和 Gloria 上台，代表我们的全部的资深员工，同时呢，他们也是3位待了20年，我们欢迎 Chris、Jessica 和 Gloria 请上台。在哪边？在 Gloria 在这里 ，Gloria 你好 ，Gloria 绕到前面这边站，哇，
然后 Chris 还有 Jessica， 请三位上我们的舞台。然后我们呢，现在要请我们的朱董事长 James 来帮我们颁奖。三位你好，新年快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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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Hello， 你们好。好，我们请董事长，我们今天有哇，每一个热烈束缚花，还有呢，我们的比上面可爱的这个玩偶娃娃，来来来，还有我们一个奖状，我们请我们的朱董事长来帮我们颁奖来。我们第一个给我们第一个是 Jessica 在这边吗？ Jessica Chris 跟 Gloria， 我们先给 Jessica， Jessica 恭喜。我们看一下摄影师在左前方这边好不好？好，我们还有一束花，还有一束花，还有一个我们最可爱的 New Sonic 的这个娃娃，就是我们的小鸟，这个特别棒。好，恭喜。接下来 Chris，我们看摄影师，好，我们还有一束花，还有一个奖状，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给 Gloria， 哦，还有个娃娃先，对对对，娃娃 ，Gloria， 恭喜 ，Gloria 也有。树花，还有娃娃，来。还有，好，我们三位先，我们问一下，我们简单聊一下，我们从 Jessica 开始 ，Jessica 讲一下，在这家公司待了这个二十年，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讲一下。哎，我首先要谢谢那个建筑还有董事长，给我们这么好的办公环境，让我们。找到工作可以过得去。对，你就讲实话嘛。中间二十年想离开多少次，然后没有公司 hire 怎么办？然后我比较重要要提的是，我从进这家公司，我从来都没有换过老板，就是我的陈俊辉 Peter 陈老板。很照顾，对，我要谢谢他，谢谢陈俊辉 Peter 陈对我们这个部门的照顾，因为工人也是照顾这个。这个是你第一份工作吗？哦，不是啊。那你猜我几岁？我是把球丢给你，我当然知道不是你第一份工作，我是对你好一点。我本来已经41。哦，谢谢你。对不对？21岁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好不好？我们给 Jessica 掌声。谢谢。来 ，Chris。讲一下二十年的秘密在哪里？今天有很多年轻的，这边都是30出头，好不好？20出头，70出头，开玩笑。要怎么在一家公司待个二十年？有没有秘密跟我们年轻人讲一下？秘密吗？对，对。其实要瞬间的，我们在公司都是。各部门对我们的守候， oh, okay. 然后我们也对大家就是大家是好像兄弟姐妹，嗯哼，对一个大家庭。因为兄弟姐妹有时候会打架，有时候蛮讨厌的。像我女儿就会讨厌哥哥，你讨厌哪一位在这里？没有，因为大家开玩笑，但是我们就对 ，OK， 所以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团队，大家是一个大家庭，非常好，二十年。好，来泽伟。Gloria， 讲一下这二十年，时间过得快吗？是一眨眼就一眨眼就过了。OK， 看你还记得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吗？不太记得。不太记得。OK。对，是因为当初刚好毕业，所以会要换工作，然后也很荣幸的能够进入优派这个公司。你之前做什么？之前待过几家公司。待过几家公司都待不住。对不对？没有。然后这里已经待了二十年了。对对对对。一眨眼。一眨眼。对，那谢谢董事长、副总，还有我的老板是 Peter， 还有 Jessica 的照顾，谢谢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你二十年，尾牙有没有得过大奖？没
都没有，今天我觉得是你的机会了。对对对，没有得了，我觉得董事长也会直接给你们的。好好对，好，开玩笑，我们来拍一张照，董事长，好啊。我们来改，董事长。好，谢谢，我们给四位一个掌声，谢谢我们的代表，我们给全部员工一个掌声，好不好？大的尖叫，大的掌声 ，yes， 谢谢他们，谢谢。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和现场所有的长官以及所有的伙伴们，大家晚安。在接下来呢，大家尽情享用桌上美食佳肴的同时，我们也会在舞台上面为大家带来一首接着一首非常动听、非常好听的曲子来陪伴着大家。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送上我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好的，那各位长官、各位伙伴，大家晚，大家好，我们是一派乐团。那当然，在2019年新的一年呢，再跟祝大家心想事成、事事顺心，猪年行大运。好的，那当然也在享受这个美食假的同时呢，大家好好的听、好好的吃、好好的喝。那我们一样可以送上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喽。接下来送上一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给大家。正开始用餐，没错，应该是还没吃饱才对。
哇，那等一下吃饱的时候就要看大家的表现了。现在就表现得这掌声或者欢呼声一下一定会更好，对不对？因为等一下在后面呢，还有非常非常多很精彩的节目在后面等待着大家。没错。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就先安排一些比较抒情、比较舒服的歌曲来好好陪伴大家，想象桌上的美食佳肴。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送到下一首，这首歌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哦。而且这首歌在今年呢，我知道有非常非常多人也很喜欢这首有一点中国风的感觉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是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边吃边唱。那这个歌曲怎么样？
对吧？是因为看过这部剧的关系。对，是的。好，那他们感觉他们也都蛮喜欢听歌的。如果等一下我们后面的阶段有时间的话，是，也欢迎我们的伙伴上来唱唱。对，希望大家在这个阶段呢，赶紧先来把这个肚子来填饱，因为接下来一定要带大家今天这个玩得非常开心，吃得开心，也要喝得开心。是的，那我看到我们的优派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嘛，是，刚刚还有我们20周年的这个资深员工，而且他们刚才也说，像跟大家就像这个兄弟姐妹一样，是，对对，进来了就一直待着，就待到现在了，是，哇，真的非常的棒，对，所以说我们继续呢，在新的一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呢，也不要忘记我们优派就是大家庭，不要忘记家的美好，对，家就是最好的避风港，是，是不是？接下来呢，送上这一首歌曲，跟家有关系，稻香。亚太地区的总经理 Adams， 我们请 Adams Lee 上来帮我们抽奖，好不好？
我们的呢抽奖箱也上来，我们请 Adam 上来。Adams，Hello， Good evening，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好，你好 ，Adams。好 ，Adams， 今天要帮我们抽出，我们有香港啊、哦，对，哦，对不起，港澳单人来回机票，我们还有现金奖一万元三名，现金奖一万元要不要？就只有这一桌要，那我们就直接给你们好不好？因为只有他们说他们要，还有32寸的机。哦，32寸的 gaming monitor， OK， XG3220， 谁要？哦，董事长，你一定要请我明天回来。我刚买了一个 Bisonic 的 XG32寸的，所以我是对你们公司有贡献的。对对对，我家里都是 Bisonic 的东西，所以你不行把我卖掉。You can't do it， 没有别的主持人有 Bisonic， 只有我。好 ，Adams。帮我们来抽出我们的港澳单人来回机票一张 ，Let's see who it is， 来来来来来，好，第一位是高佩君 ，Sophia 高在哪里 ？Sophia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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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恭喜恭喜，港澳单人来回机票，单人，对，好 ，Sophia 上来。恭喜恭喜！然后我们请我们的 Adams 来帮我颁奖 ，Adams 帮你拿了这个。好，我们站中间一点，我们到右边一点好不好？到右边点。然后我们看摄影师，摄影师站在那个位置上面。这边就有双环球直接还没有单人。Sophia 去过澳门吗？香港。今年有。OK， 没关系，再去一次没关系。好，好 ，Adams 继续帮我们抽。Adams 先帮我们抽三位好不好？连续帮我们抽三位，一万元的奖金谁呀？一万一万，好，我们先来，第一位是凯里红，凯里红，凯里红在哪里？凯里，恭喜恭喜。第二位是 Angela Gu， 第三位是 Ted 王 AP00562， 三位上来，请上来，好。好，我们到中间来看好不好？我们先看摄影师，第一个来，我们第一个来，好，来颁奖，我们先颁奖一个这边，好，第二位，第三位，好，来 Adam 站在中间，好不好？我们这样子。大家往右边一点，不往右边一点点，往前面一点，好不好？对对对对，好，看摄影师，恭喜三位拿到一万元的红包。好，接下来最后一位可以拿到我们的32寸的 gaming monitor XG3220。哎，我好像买的就是这台哎 ，Extreme Gaming 32寸嘛，对不对？不错不错。好。是什么？陈梦什么夺吗？陈 Crovax， 陈 Crovax， Crovax 在哪里？我、哦、这个英文名字好特别哦， Crovax， 没听过这个 Crovax， 等会儿好好问他一下。对，就这个，好酷 ，Yeah， 32寸的 Crovax， 我们看一下摄影师，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啊 ？Crovax。什么意思？哦，是一个小说的角色，漫画。OK， 好，谢谢，我们也谢谢 Adams， 我们给我们刚刚的1、2、3、4、5位一个掌声，恭喜他们。OK， 好，我们让 Adam 休息一下。然后记得今天得奖的朋友们呢，都要到我的右手边，就是面对舞台的左手边登记一下 ，OK？ 要到我们的领奖处这边登记一下。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段精彩的这个表演了，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艺人回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看不懂什么意思，你们是有票选，所以我发现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票选投票，有6位女艺人，还有6位男艺人，然后你们投票。看谁想来啊？看你们最想要谁来你们的这个尾牙，所以我们6位女艺人
最后选出是谁呢？我们现在要先看一下我们的 VCR， Here we go， 谁要来我们的优派的尾牙？今年是优派国际影展第31年东哥斯摩派配。喂，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我们再来一次，在另外一边，为什么没有声音？我们停一下。我们再放一次好不好？有没有声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农民小黑，好久不见，在这里要特别的感恩的，谢谢大家投票给我，我真的太感动，我不敢相信。但是1月24号我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一切都是真的，所以到时候见。阿里嘎多呢？好，现场的朋友们，请到我们的舞台前，我们的摇滚区，要拍照的要拍照的，到前面拿出的手机，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到前面 ，OK， 拿出你们的手机，不要害羞，你们很害羞，我有发现。好，没关系，我们用掌声欢迎新偶林小培，掌声，耶、yeah ！欢迎欢迎欢迎！左转，然后再右转，左转再右转，你看到我吗？对对对，黄金台，黄金台 ，Here we go！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欢迎新偶，好久不见。看得到了吗？看得到了吗？新年快乐！ Oh my god！ 好，荣幸的我要开始唱歌了。对对对对，不要害羞，真的蛮害羞的。
好口渴，他好想喝酒。OK， 所以大家可以来敬酒，好不好？我们要
哈哈哈哈哈！哇，西诺，非常也非常高兴，可以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尾牙。那今年2018跨到2019，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 wish 希望？2019小哥，2019年也应该要在台湾发行专辑。哦，OK。但是我想要特别的感谢在场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是你们投票。Yeah。找我来，对不对？是的，投票 number one， 很棒哎！我真的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以为我同事跟我开玩笑这样，因为我很久没在台湾发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人记得我这样。当然记得你，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记得我是你 number one fan。对啊 ，Thank you。真的，你知道我以前有跟你讲过，我们大概同年。差不多。然后我那时候当 DJ 的时候，我当 DJ 当了10年，对，有3年这首歌凡是一直在前10名的排行。我以前好喜欢那一首歌。不好意思啊。真的，我还有你的海报贴在我的房间上哎，那时候我的办公室里头就这一张那些人，真的。然后今天又看到你上到我们的舞台，我好开心哦，真的。我们给西诺一个掌声好不好？谁帮他票选的？有谁要帮他投票的？尖叫！你们为什么都不来摇滚区？我觉得你们今天，你们要不要跟西诺拍照？要不要跟西诺？那你为什么不过来？我现在前三位上来给你拍照，只有三位，赶快，前三位，好的，前三位上来，前三位抢三，小心，对，谢谢，抢三，抢四，谢谢，来，上次在这边，在这边来。来，那你拍照拍照拍照，你们拍，对呀，好，来，等一下我也要加入。哇，超棒的，你那么年轻哎。你几岁？所以就你不需要讲了，通常女生都不会讲，她好直接哦。通常女生都说不要问我，她说48。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年轻这样。对。因为小妹出道也有那么20个年头了，所以我今天看大家这样，看到本人什么样的感觉？今天看到本人什么样的感觉？非常的兴奋！谢谢。一样，以前也是有海报，对不对？有反正这首歌你听了多少次？上千次。以前那时候，因为那个时代还是用 CD。Yeah。然后我们会放 repeat one。就是那个 loop one 的，一直听，听到烦了。对，真的是。好，打扰了。谢谢三位，好吗？谢谢。那我想问你，今天第一个是为什么手受伤了？怎么搞的？哎，你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拍。哎，我们在做尾牙，不好意思。我真的蛮好。不好意思，给我们一个 moment 就好。开玩笑，这是 OK 的。OK 的，好，OK。来，大家拍一张，拍一张。好，谢谢。你为什么不跟我拍？小心。他没听到我是不是？我都不帮你抽奖，肯定今天没有奖。你叫什么名字？开玩笑。没关系，我想应该都是电脑抽奖。那个讲一下手怎么会受伤？没有，就是过年前呢，其实跨年之前就是压到神经。他的神经麻痹，怎么会压到神经啊？部件，你在做什么 ？I don't know. It happened. OK. OK. 我也觉得非常的离谱，这样。希望大家来年都非常，这一年都非常非常健康，工作非常顺利。By the way， 顺便一提，那3只小鸟可是我第一个 monitor。真的吗？真的。你第一个 monitor 也是 Sonic 3只小鸟，哇！所以我一看到这3只小鸟，我就觉得。好熟悉，因为那个时代是那个 CRT 很大的，那个时代是这么。Sima Sen 本人现在只用笔电而已，对不对？那时候是，如果是第一台的话，那都是快20年前了，应该是15寸，对不对？差了15寸，然后那时候没有这么厚，没有这么厚。有啦 ，CRT 真的很厚啦，真的很厚。然后后来才变成 flat panel， flat panel 我记得那时候买到的时候，我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要骗人，你跟我同年，你不要以为你不是 CRT 的这个时代的。好，
我们今天需要你麻烦了。OK。因为我们都能玩一个抽奖游戏，这是特别的抽奖游戏。我们会从投你的票的人，有投你的票，因为我们今天是六个艺人选到你哦，有选你的人，他们进入电脑，然后你要帮我们抽出三位，会拿到我们优派 Visonic 的这个小鸟的玩偶，只有台湾有限量的哦。OK， 所以，好吧，等一下，就这样往上滑。OK， 我这看起来好紧张哦。对，他就是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好不好？你就往上滑，你就滑，你就滑，从中间，从中间滑，对，往上。好，就是一位 Abby 黄，请 Abby 上台。Abby 有 Tony 的票。Abby 在哪里 ？Abby 在哪里？啊？他是服委会的又怎样？就不行吗？Abby， 副委会就不行啊，好可怜哦。好 ，Abby 现场不行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是服委会的。哦哦哦，好好好，再来再来，往下往下继续，然后往上就会停。再来下一位，不要，因为有可能又是 Abby 哦，好不好 ？GPG Manuel，GPG 的 Manuel， 请上台，在哪里？他没来。出差出差是 OK， 出差辛苦了，出差那要留一个给他，出差要给 OK。我要讲，如果你的名字被划到两次，还是只有一次哦，因为他的名字不会删掉，好吧？再来，哦、oh, okay. ，再来再来，往上划，还有两次，还有两次。Andy 朱 LFB 的 Andy 在哪里？Andy 请上台 ，Yes。Andy 这个恭喜 Andy 上，哦、oh, ，谢谢。哇，原来你放大也很可爱耶。Andy， 你这个年龄是青林小培还是欧阳菲菲啊？Andy 你好。没有，他只是白头发，他只是白头发而已。要爱护爱护动物。我们拍照拍照，看摄影师这边 ，OK。Andy 跟你开玩笑的，谢谢你喜欢林小培，谢谢你，恭喜。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继续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谁 ？Abby 吗？好 ，Abby 上来 ，Abby 上来、啊、，Abby 上来 ，Abby 上来，这么青春洋溢。对对对对 ，Abby 上来 ，Abby。嗨，谢谢你。好，好开心啊！谢谢。Abby。嗨。相信相信。好，恭喜 Abby， 谢谢。好，最后一位，记得来往上。Gender 份。Gender 在哪里？在现场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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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我们的摇滚区，是那一区都在投你的票的。好 ，Gender 来来来来来，热闹的这一区。哎，今年跨年啊、哦，今年过年要去哪里过年呢？啊，今年要陪妈妈过年，哦、今年在家陪妈妈。OK， 好 ，Gender 上来，我们请。好可爱哦，上面。今天呢，我们新董还带了两首嘛，是不是？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听，好不好？我们再给他，让他喝一口水。不是我，我可以这样问吗？你要问什么都可以啊。就是一定有人投给我，一定有人没有投给我啊？没有投给我是投给谁啊？其实不是，就是其他的歌手。其实票选只有一位，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跟你讲，但是你都直接问了。那我今天怎么可能只唱自己首？真的吗？好，亲爱的，我唱歌快，music， 他们也会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台湾的流行音乐史，让我回到1998。走来，如果你们现在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 ，OK。I'm not afraid to die.
Yeah.
Thank you.
表演走道，帮你们加油的在哪里？来到前面，来到前面，帮他们加油，来到加油。对对对，你们人缘不好，只有两位来帮你们加油，三位，四位，我再给你们点时间。这个下一队功夫的这个粉丝们在哪里？好，有，你帮他们来加油啊！来到前面帮他们加油啊！好，你们准备好了没？你们准备好了没？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今年的 ViewSonic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台北 Dress Code 的第一组朋友，我们欢迎功夫。结果啊，我们斧头帮大哥来了，结果。我们斧头帮大哥在里面睡午觉，哪个不服气的上前一步啊？对。哟，那你们就是这个没得奖啊。好，江湖规矩，单挑，就是一个打一个，谁也不能让谁啊。来，那个小猴子给我出来。我看你的这个凶神恶煞，我跟你讲，我可以让你一拳都可以。你打哪来的？那已经跟田吧。跟田都跟田吧，那回去。哦 ，sorry， 这个就有毛病了，你这么我早打死你了。哎，那个戴眼镜的老婆，出来。前面也没贴个两下，是不是？好，哎，那个猪头出来！天下无公为，快不破！哇，原来是只癞蛤蟆，都回田里去了！去！你瞧瞧你们自己，没有一个可以打的，是不是怪我啊？你们自己那个不争气了，今天的决斗取消！谁说的？呀，肥婆。就是这里负责人是吧？大哥，我斧头帮了，我大哥，大哥，我们要找音乐传下。要上台祝大家新年快乐，诸事如意。不错，不要走，留在台上，拿个麦克风，来，好，你们是同一个部门的吗？还是不同部门的？不同部门的。我是参花的。好，那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大家先想一下，有没有代表来？今天为什么会有为什么要做功夫这部电影这个主题呢？来讲一下。其实我是被骗进来的。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后面都是帮我们处理法务事情的。我这个其实真的只是撒谎的。那个为什么选功夫，让我们请包租婆来跟我们讲？好，为什么选功夫？你不觉得每个角色都很有趣？都很有趣啊，都有特色，非常有特色。特别是我左手边这一位，现场女生还不错吧？哎，这要花很多时间的哦，我们给他一个掌声的哦，天天练哦。你看，天天练就这样子，没有练就这样子。所以讲，这是很花时间的，你知道吗？这个也要花时间的，这个也要努力的宵夜，每天晚上吃，故意不去运动，都坐电梯。这个就是天天，这两个是 extreme。开玩笑，这的确不太容易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有15,000、3,000跟我们的娃娃，有没有把握？他们的粉丝在哪里？好，谢谢，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开始要评分了 ，OK？ 好，我们先谢谢他们。
我刚才看到你哦，他刚一脱的时候，我就说他有，他刚一脱，他就这样，有那种假害羞，好棒哦，好棒哦，好帅哦，有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哦，有啊，有比他帅吗？我问他，你为什么你点头？我问他男朋友帅不帅，你为什么你点头？哦，你看过啊，好，好，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哦，下一组我女儿喜欢哦，是我们的 Frozen Elsa。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海报，他们有的海报，《冰雪奇缘》，《冰雪奇缘》，我们的 Elsa 到我们的现场了。那个功夫让路，让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Elsa， 他们有没有海报？有没有海报？哦，有。哇，回到两年前，我好讨厌这首歌。Every day， 我听我女儿唱这首歌，她可以连续听，真的，她有一次连续听200多次，好像是7个小时就 replay 对。Elsa， 然后她全部那个台词都会背，你也会对不对？你们也会，每个女孩的梦想。好，你们准备好了没？那位朋友，你可以把上衣穿起来了。对对对，那个 moment 过了。还是，对，我练了很久哎，我要瘦一下。OK， 你们都是雪人，你们准备好了没？你们准备好了没？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 Frozen 冰雪奇人。No， 真的就这首歌。会唱的一起唱哦。现场的朋友马上一起唱喽 ！Here we go， 丢手套。城堡，后面是一个城堡。
刚念成 C A T T L E cattle， 你闭嘴。
给他们一个掌声。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小小兵。宝贝，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预算不够，所以只好租小火龙来当年兽。我是年兽，哇哇哇！就问你有在公布吗？今天是由妈一年度的尾牙盛会，本人让你在这里胡作非为，我们要在这里要卡卡你，卡哇伊耶！快乐班，谢谢大家。结束了吗？对。哦，我不确定，因为好短哦。要、okay ，因为我们非常的精简、啊，只有一分钟。哦，超过、有规定啊，有说不行超过一分钟啊。对，因为我们最遵守。哦。对啊，对，去年有看过你，对不对？去年的。对，去年我也是 Alex 啊，我们在台上还讲一下话。哦，不好意思，我太多尾牙了，我一年150个活动，对不起，对啊。Alex， 我记得了 ，Yeah, that's right, okay. Yeah. Okay， 非常棒。后面那个特效有坏掉，是不是？没拉起来，是不是？没有，我手上的有爆出来吗？口袋就爆，他都在口袋里就爆出来了。好，那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创意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要在美少女战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代表他们发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 team 大概平均20岁而已。对 ，OK。对对对，大概就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想要十五平均。一样。好 ，OK。所以今天呢，非常非常有创意，我觉得他们的服装也不错哦，这都是要去租的哦。他们花了一点钱哦，真的有花一点钱，好不好？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第四组，谢谢你们。我们从左手边下，从左手边下。谢谢。Good job, Alex。好，评审团，我们的主桌。你们的任务不简单，我们现在要评分，给他们一点时间，每一队呢都要评分。那我们今天呢有讲到我们的 Viewsm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呢第31届的优派国际影展呢，我们会颁出第一名有10,000元的红包，第二名有5,000元的红包，还有第三名有3,000元的这个红包，还有第四名呢，我们还有一些小奖品要送给大家 ，OK， 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准备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偷看一下 ，OK， 我偷看一下他们怎么评分的，我们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对，我不会给分数，他们会有，哦 ，OK， 有一个。他们的一个 spirit 应该是说有不同的，对不对？他们有分，像比如说精神啊，对不对？创意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上台的一个风格，所以其实蛮复杂的。OK， 我们每一个团呢都要加到100分，最满是100分。我们现在开始收票，我们把这个票收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下一队。就两位，哦，所以三位 ，OK， 那边有，好。所以我们这次的恭喜是2,000元的。好吧，我们刚刚45位1,500，现在有30位2,000。我们等会儿下一段还会公布，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第三段呢，在台下都在讲，我们还有很多小的知识奖品要送出去。然后我讲一下，今天我们等会儿我们的朱董事长会上台帮我们抽奖。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奖，我们先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大奖有5,020位，还有呢我们的亚太不限航站的航点的所有人来回机票，还有我们的4K 家庭剧院的投影机 PX747， 还有我们今天最大奖就是我们现金50,000元，这都是我们的下一段的这个抽奖。但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的下位艺人进到我们的这个现场了，一样跟我们的女艺人一样，我们也是有六位男生票选出来一位，我们现在看我们的 VCR 到底是哪一位被选上我们今天的优派的尾牙的男主角。怎么办？怎么玩到没有对手？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说我欠揍？哎，抱歉，你怎么样？我输掉，嘿，你胜败。我输掉，你胜败。你得忍耐，你得忍耐。如果说，哎，就打我断的。你不得输，虽然光芒遮住了你，但你不得哭，这是我的地头。没人守得住，你知道我的心胸，走在该走的路，他不走。反正连老天都帮助我，对手都差不多，都打不过。不管谁都拿不走，前面绕路嘛，别都拦住我。就算用爬的，也比你跑得快。胜利双方给我拿的不止第一，我还倒着开。哦，我倒着开，倒着开。你不准拍，不准拍，耶耶！我不准帅，不准帅 ，OK。Couldn't fight, couldn't fight。我输掉，嘿，你胜败。我输掉，你胜败。你得忍耐，你得忍耐。如果说 ，Come on， 就他。呈现的确是迷路的状态，而且我刚刚走到那边的时候，发现哎，在这边看了红地毯，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我说哎，我好像送菜去，因为我也是一样镜子，我也走错，我也开始，我也走了，因为进来很亮，就没有想到打开门要走左转，这个路式的标签，对。好，今天很高兴安然在我们的现场接待到这个小路，要不要先给我们右派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现场说大家好，我是安然。讲到这个新年快乐，跨年的时候我们都在高雄嘛，对。然后快也要过农历年了，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希望？这个对2019年这个新的希望？我今年新希望，其实我刚刚就是在影片当中有说，对，因为我听说今天大家有一个票选，是票选的，我们六个男生，对，我们今天刚刚六个女生选出一位是林小培，然后六个男生选出你是男主角，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影展，有男主角、女主角，所以今天是选出男主角。明白了。对，所以选上了，什么感觉？我的感觉觉得大家实在是太有 sense。太有幽默感，这算是幽默感，所以呢，我完全没有得到这种殊荣，所以呢，我想要就是为了鼓励现场所有的朋友，我自己带了一个红包，想要全体让奖。哇！哎，主角捐奖金，哎，很难得哦，歌手来唱尾牙，自己带钱，对，真的。哎，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来就要你帮我们抽奖，我们有三个娃娃，我们拿上来，我们先把娃娃拿上来。好，我们优派的娃娃，所以今天呢，我们抽三个娃娃，在最后再抽你的红包5000元，好不好 ？OK， 所以很简单，我们现在呢有个电脑现在在跑，你等会只要在荧幕上往下滑就停住 ，OK， 只要一个动作，对不起，往上滑就停住，好，停住，那个名字就得奖的 ，OK， 如果得奖的有重复的话就不行了，只能得一次 ，OK， 好不好？好，我们现在送第一个娃娃，第一个娃娃来，一，开始，往上，再往上，往上，好 ，Projector VU 一万零。1291，一万零在哪里？一万上台。你得到的我们的优派的娃娃，还可以跟小鹿跟阿达一起拍照。来，请上台，从那边上，小心，你穿裙子从那边上。对对对。
来来来来，到中间，站在中间，站在中间，然后拿到娃娃，来来来来，你跟他搭配，然后看我们的摄影师有两位，上面跟下下面，好，好，还有右边右边右边那边也有 ，OK， 挥挥手 ，Yes， 好，恭喜一方，谢谢一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一方往这边 ，OK， 接下来呢？一样在我刚忘记是往上滑，往上滑，来先往上滑，对，你往上滑就开始滑 ，OK， 等一下，等一下 ，OK， 往上就会停，好，往上就好 ，GPG 的 manual， 哎，下一局抽到了，他第一段也被抽到了，是不是？我们刚说不行，没抽到，是他得奖，他得奖，好，真的奖，来，往上 ，Projector BUCK 成。Projector BUCK CK 在哪里 ？CK CK 太开心了，他的朋友在现场吗？还是已经？好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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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左手边。好，恭喜 CK。来来来来来，真的，他们这边是定做的，中间到中间在中间，这就是我们的 Usonic 的三十秒的这个。我们先看左手边这边那位摄影师。好，右上角那边有一位摄影师 ，OK， 好，谢谢 ，OK， 下一个娃娃，下一个娃娃，我们来跑往上滑就可以了。GPG Spencer 张 ，GPG 的 Spencer 张在哪里 ？Spencer 请举手。好，来了来了来了，在后面 ，Spencer 在后面 ，OK。哇，最近在。这样子，等一下抽完，这个是另外再抽。这个最后一个，这就下一个。来来，大家掌声就打开，然后就给我面子。好，来，我们看摄影师，看摄影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最后5000元的红包，阿达自己带来的哦。哎，我觉得你真的很够意思耶！我就是这么多活动，没有一次是艺人自己带来红包要给他们做。对啊，我以为你是开玩笑，没想到大家当真了。没有，看来是真的啦，真的。好，现场的朋友们，有帮阿达投票的举手，在哪里？有你说好，伸手举手。OK， ready， 从这里面，从一位。抽到奖了 ，OK， 那我们再抽一个，可以运气很棒。Elmo 王 ，GPG 的 Elmo 王。刚刚 Abby 应该说 ，Abby 刚是得到娃娃，他应该想换娃娃，干嘛换红包？所以抽过就不能对，抽红包就不行。Elmo 在哪里 ？Elmo 来了吗？哇，恭喜恭喜！哦 ，Elmo 你好。要不在中间，快乐，恭喜你！来来拍个照，看中间。哎 ，Elmo 拿到阿达的这个红包，怎么样的感觉？很高兴，很高兴。你刚刚有抽到1500吗？哦，你已经抽到1500了，所以今天6500，恭喜你 ！All right，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一句，有。想 Elmo， 有没有追踪我的 IG？ 我有吗？没事没事，他的 IG 很有爱，对不对？他问我有没有 IG， 有没有？他是喜欢你们一整个家庭，好不好？没事没事，马上就很哽咽。帮我追踪一下，我叫蒋伟文。伟你知道自己是这个样子，不要这样子。好，那今天呢？还带来两首歌嘛？对对对。那最近有什么新的活动吗？有什么在宣传的一些什么 project 吗？最近的话，我有演部戏，叫那个我是顾嘉南。在3月的时候，在八大会跟大家见面。OK， 3月在八大。对，然后现在专辑今年也会大概什么时候推出？大概3、4、5、6、7月左右。这个大的空间我们也不说，你给自己很大一个直接很大的空间。Oh, OK， 对，我们3、4、5、6、7、8、9、10、11，就今年。OK， 那个小粉，再有掌声，欢迎奥达跟小鹿。希望宝贝没有来，希望今天大家台下的朋友可以当我的宝贝。
所以等一下当我们说到我说的时候，如果不会唱的话，只要大喊宝贝就好。说没错 ，OK， 希望听到各位的声音。Come on， 宝贝，对不起，真的不是故意惹你生气，是我态度不好，从此让你在我旁边哭泣。我说我个性急，声音又是比较大，这都是借口。我像个孩子长不大。对我百般容忍，那就是望眼神，是泪水在眼眶打转，多了一点痕。我的心就像被超人扎的洞，医生，你想杀死我的话，我给你一个人。可不可以先让我把话给说完？有些话放在心里真的有点心烦。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再把音乐给按完。我随时随地等着接受你的审判，每次听都准备好了，想去哪里晚餐。如果不够的话，找你姐妹一起点赞。我保证，我从今天开始真心不换，我会设计每天给你加班。我不是故意要让你生气，会不会让你不开心？说宝贝的，我说，这边有没有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喜欢你，宝贝，请你给我一点信心，等你全身神经，现在已经变成紧张，三个人唱吗？我没有任何坚定，我只剩下双手，但爱你的那颗心没有任何可能拥有，只能追求你，希望爱我别人走，为了哄你开心，我从来不怕出糗，担心有人趁我不注意还对你出手，我会让他到天幕我的房间走走。有没有要海报的朋友来到前面？海报这边是谁呀？有什么得意的就靠别人一起揪，看他生气宝贝就让我们一起收，面对未来不多少有点蜿蜒，我相信我应该准备的万全，不怕有天你会觉得我碍眼，带到家人实现我希望是一万年。宝贝，就让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让你生气，要让你不开心。我说宝贝，就让我说声我想你，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喜欢你。我说宝贝，就让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让你生气，要让你不开心。我说宝贝，就让我说声我想你，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我说宝贝，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希望你会喜欢。新的一年，祝大家心想事成，希望大家能找到各位宝贝。谢谢，来宾请掌声加尖叫。好，那今天气氛已经如此，你们还有很多大奖没有抽出来吗？哦，看你们的那个战斗力还很旺盛，留在后面啊。对对对，其实呢，抽奖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企图心啊，吸引力法则。是，所以我感觉到你们还能够有一种 battle 的欲望。所以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复习一下三 D 武力全师，高士奇。Yeah， 还记得有做过这个动作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等一下副歌让我也请他一下。我看到这个动作非常标准，愿不愿意来到我们舞台上方呢？一起跳起来！在这里的舞台，我们跟我跳起来！接受我很难过，于是你只要证明我跟得上节奏，我连鞍马没有成功，只好连头转没有成功，最后只好翻跟头。准备喽，准备喽，准备跳起来了，哥！我会救你，跳进步骤，我们就把脚抓起来。有吗？这边看到，快走，快走，准备喽，准备喽，来来来。
Good job, 有没有？你已经有了，
哦，你没有，恭喜你。我说你已经有，你可以卖给我便宜一点。跳一下。Thank you, thank you. OK, next, next, next. Let's see. So we're gonna give away. Oh, cash. 现金。两万两包 Yes, pick two, Here we go, Sunny. Number one, 第一包 Winnie Year A1679 Winnie Year。 Nice. Okay, one more, let's get them both up here。 好，第二位。哇，这个要怎么念啊？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会念，因为他写太吵了，我看不清。王以真是不是？在哪里？医生，医院，王以真。恭喜！哎，威利呢？威利请走了，要拍照啊！威利上来，快点拍照，两个人一起拍。There we go. All right. Let's get a photographer right in the middle over here. 好，恭喜两位，谢谢。Thank you. Sunny, please stay. Sunny, got one more prize to give out. One more prize. Let's see what it is. 现金一把抓。Okay, 我们的现金一把抓。Right now, this is a game that we had at the beginning of registration. So what we have is we have a box of cash.总共有多少？我们有统计一下吗？22,700 22,700 So everybody bought a $100 like raffle ticket, and now the total is going to come out. Okay. Dig in deep. All right. Here we go. 恭喜，这一位是，哇，他只写了一个 initial C Y， 谁是 C Y？CY， 请跟我讲，你的手机的最后位置后面三码，答对了，386。大家跟他去要钱，0933907386，打给他。22,000，22,700，恭喜 CY，congratulations，CY。谢谢。All right, Sunny,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好，来，这个是 CY 的刚刚。好，我们刚刚呢已经抽出我们的这个 M1 投影机现金22,000，还有我们的现金一把抓。那我们继续用餐，我们现在要欢迎我们今天的 band 回到我们的这个主舞台。
就带来比较新雅的歌曲，有没有一点那个微醺的感觉？是的，我就是觉得刚才有看到我们现场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贵宾朋友，这样互相拿起酒杯来互相敬酒，联系感情的同时，哇，是，那大家是觉得也要唱一些这个，就算没有喝酒的人听到也有一点微醺感觉的歌。哦，没错，没错。对是，那我看我们优派的所有伙伴，是这个时候都在好好的交心交流嘛，对不对？要聊聊聊一下我们新的一年的计划、新的梦想、新的目标嘛。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们右前方这一桌有人站在椅子上面，很开心，哦、对不对？站起来有看到这个，我们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络。是的，那我们一代友人在这个阶段呢，也跟大家来好好的交交朋友，好不好？这时候现场朋友，如果你们有荧光棒，有没有可以让我们看到吗？你们手上有没有到？有跟你同桌的朋友，你知道
会唱歌是歌王或是歌后的，跟我挥挥手。挥挥手有没有？这边有一位，后面也有一位。啊，我需要男生，这一首歌我需要男生。男生。男生这边主桌也有一位，就对了。哦。那两只麦、三只麦都来了，好不好？来。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我们主桌这位戴着眼镜、好斯文的长官。刚刚我们后面好像也有，对不对？他突然脸觉得很害羞，突然被 Q 上来。没关系，我们有脑唱，对，来，再来，还有没有？接下来这首歌我跟你讲，这首歌这边我们刚刚这边前面也有一位，对不对？正背对我们的这一位，是，我可以下来邀请你吗？好，下去当学童时呢，我跟你讲，现在要唱这首歌呢，2018年金曲奖，是他吗？郑嘉佑的一首单曲，台语歌。来，再给你多知道什么歌吗？台语人当白衣人当。好好好，我们掌声邀请他一起来到舞台上面，还有我们的副官一起唱哦，谢谢。这首歌你们一定有听过啦，因为最近真的是太红了。是，太红了。欢迎来，我们需要中间来一点。没关系，要是你们觉得这个自己不会唱的话，就叫我们现场所有的伙伴们跟我们一起大声唱。是，他们会帮你们掌声。这首歌叫做《浪子回头》，听过的先掌声鼓励一下。耶！有。
反映我们这些七年级生吗？因为我有看到我们昨天有一些朋友跟着一起唱，对不对？他们是六年级生。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这个我们台上的一位长官、一位同仁，我们再跟我们一起合唱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哎呦，哦，可以可以可以。好，那这一那接下来这一首动感的一定可以的，对，好不好？那我们的天才美女歌人呢？我跟你讲，每次都会中那个钱就够了，已经比薪水高了。
是啊，好，那刚刚送到喜讯之后呢，我相信呢，我们优派公司呢，跟一般的企业不一样，因为我们呢，都是最富有创意跟创新的优秀伙伴，对不对？是。所以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最优秀的你们。来，这个。
是，好的，接下来呢，哦，再一首歌吗？对，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要再带来一首歌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没有问题，一年一次。刚刚我们一连唱了这么多首歌，只有这个一首《浪子回头》和《爱情很值回》是台语歌嘛？对，对不对？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这个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台语歌曲。哦，相信大家也都有听过，对，也都会唱。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新灰灰送给恩》。
冰雪奇缘，恭喜两组请上台，恭喜两组请上台，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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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第三名，都是我们的第三名，恭喜恭喜，请上台。我们功夫站在我的右手边，好不好？功夫到这边来。然后冰雪奇缘在左手边，好不好 ？OK， 来，我们先来颁第三名这边，好不好？我们来颁奖，颁奖。恭喜这边有3000元的奖金，还有我们的一个 Oscar。好，然后再麻烦我们左手边这边一样也有一个红包。来来来，还有我们的 Oscar， 有几个到这边来好不好？有几个到这边来，有几个到这边来。恭喜，谢谢两组，谢谢两组，谢谢两组。那个朱勇，今天应该票选应该我觉得很难吧，因为每一个表演团都很棒，是不是？都然后都差一点点而已，是不是 ？OK， 好好好，我觉得组中应该蛮大的一个任务，因为每一个队好像只差一两票，非常非常接近。OK。我们接下来呢要公布第二名，我们一公布第二名就知道谁是第一名了 ，OK？ 好，我们现在来公布第二名，美少女，美少女第二名，表示我们的小小兵是第一名。我们先欢迎第二名美少女战士上来，欢迎第二名，先欢迎他们。上来上来上来，恭喜恭喜！好，我们请 James 来帮我们颁奖，颁给美少女吧。然后我们请 James 在中间，我们这一站中间，我们换一个位置，我们换一个位置好不好 ？OK， 好，来来来来，看中间摄影师，谢谢，给他们一个掌声，谢谢，好，谢谢我们左手边。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欢迎我们的小小兵直接上来。小小兵，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小小兵。小小兵拿到我们的10000元的奖金，好，颁给谁？颁给谁？来来来来来来来，颁奖颁奖。好，我们大家这边站两个，这边站右边站两个位置，这边站一个，看摄影师，摄影师在正中方，好，给他们一个掌声，耶、yeah! ，很棒很棒，你一直都没有脱衣服啊，一直都没有换，坚持，你会讲话了，你不只叫 banana。你终于会讲话了，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今天为什么会穿我们的这个小小兵的这个服装呢？为什么？而且成本比较低。他说要考虑 ROI， 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最高，因为他们的这个花费最低，这样拿到这个奖金的话，这样可以拿到更多。OK， 好，恭喜他们，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小小兵 Mini。谢谢谢谢，请我坐左边。好，我们继续吃，继续喝。我们已经到了，哎，拿到甜点了没？你们还没拿到甜点，应该有吧？应该有吧？好不好？我们下一段音乐的表演马上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马上是我们今天的下一段的我们音乐的表演。好，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公布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在台下抽奖的第三段的这个名单，好不好？我们第三段的名单，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最后在台下抽到一些特别奖，有看到的话，恭喜你，恭喜你！这都是我们在台下抽到的这个奖品，我们有 monitors， 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有礼券、现金抵用券，
我们还有什么？我刚刚看到第二页好像也是有一些礼券，对不对？我们都是一些礼券。VX277的一个什么的，是不是？好，恭喜你哦！如果有抽到，我们还有空气清新机，我们的全家礼券3000元。LG 的空气净化机，好不好？还有住宿券。Anyway， 恭喜这些朋友们！如果你被抽到的话，还没有被抽到的举手。恭喜你们！我们等会儿这一段音乐表演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最后的这个抽奖，我们有50000元的大奖，谁要？只有一位哦，好不好 ？OK， 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乐团。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有你 OK 吗？以前喵才有拍照。
这个也是小帅哥，好，找到了，对，就是你的，来准备了。1, 2, 3,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
Yeah!
旁边的朋友起来。Thank you.
gentlemen， 我们现在已经上到我们的这个水果了，就表示我们已经要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了，我们最后一段了。好，没有拿到奖的朋友们在哪里？没有，对不起，你们很有可能回家，空手回家 ，sorry。这位男生，你的功课做到了吗？你有没有拿到三个电话号码？有吗？他们有给你真的号码吗？好了，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到我们今天的尾声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大荧幕呢，我们有我们的最后一段，是我们的5000元的奖金，恭喜这四位。5000不错哦，5000不错哦。5000元现金奖，20人，20人，得奖的20人在哪里？举手。恭喜恭喜恭喜！恭喜5000 ，OK。好，这是5000，你也得到5000吗？有没有得到？有没有得到？恭喜你，恭喜你 ，OK。好，目前这一桌还没有得到奖的，哪一位？只有两位、三位，这一桌没有得到的，什么都没得到的，今天也是三，哇，5位，这一桌呢？就一位、两位、三位，这一桌只有你一位没有。哦，都没有得到啊。OK OK， 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的这个抽奖，我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今天的最大奖有我们的亚太不限航点双人来回机票 ，Anywhere Asia， any destination Asia round trip ticket， OK， 然后是双人的 for two， 双人的来回机票，还有我们的这个高亮度的4K 家庭剧院 ，OK。我们的投影是 PX 747，好不好？市价34900。还有我们今天的最后的最大的奖，是我们的50000元的这个大奖。好 ，Here we g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先要抽的是我们的亚太区无限航点的这个来回机票。我们欢迎我们的董事长 James， 请上台。Here we go. James， 今天吃的怎样？吃到吧？还不错。OK， how do you feel？ Very good. It's like Christmas. You wanna give？ 好，先帮我们抽出第一位，来回机票 for two。哎，这怎么没有写是经济舱还是商务舱？哎，都不理我。好，直接来讲，恭喜哪一位？谢炳生 ，Benson， 谢在哪里？双人来回机票 ，Anywhere in Asia， 全亚洲。Come on， Benson， 上来。长荣的哦，长荣亚洲无限航点，双人来回，长荣 flies everywhere 在亚洲 ，OK。来，拍照。等一下 ，Benson 不要走，我要问 ，OK。Z 最想去哪里？在这个全亚洲最想去哪里？亚洲。亚洲应该是巴厘岛。巴厘岛有没有女朋友？没有。来，我们快介绍一下，过来这一桌，因为只有一个男生，有8个女生，所以我觉得。但是他旁边有男朋友，男朋友旁边有男朋友不表示不行啊，只是更大一个小三而已。我认识有钱的时候，他也有男朋友。OK， good job， 来，接下来下一个，我们的家庭剧院是不是？高亮度4K 家庭剧院，我们来看一下。恭喜哪一位？好 ，James。Kai，Kai，Kai，Loka，Loka。Kai 在哪里 ？Kai，come up here。Broca, Kai. You obviously not from Taiwan. Where are you from? Germany. Oh, I'm
啊，没有身份证不行拿奖。All right, Kai, congratulations. You get the PEX 3474K. Manufacturer suggested price 34,900. 市价34,900.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最后，最后五万现金谁要？好急好急好急！五万现金还没，谁要？这边谁要？谁要？这边拿到奖品，五万，谁要？给我们尖叫！好了 ，James， 五万。我觉得以后的尾牙可以考虑多一点五万。我觉得好厉害啊！他昨天整个晚上不理我。好 ，Here we go。One winner， 就一位。第一位，简志鹏。简志鹏兄弟。Yeah，Danny， 来 ，Danny 来个部门的。LCD 接 Danny， 那个约钱柜，他请客。Yeah，Danny， 恭喜 Danny， 谢谢你 Danny。好，董事长不要离开。王高伟，我会逼你要捐钱的，我不会，除非你自己想要。OK， 好。啊，没有，我不是那种主持人，我不会给他压力的，因为他真的太帅了，我不会给他压力。有时候微笑最好的答案。你微笑最厉害，你笑了。又笑了一次了，去年笑了一次，今年又笑一次，不错哦。你要不要今年破纪录笑两次一个晚上？哈哈，没有了，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尾声。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今天马上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有甜点，还要嗨一下。但是今天有这么多员工在这里，我知道你们也有 meeting， 今天大家玩得很快乐，对不对？但是2019是应该很大一个挑战一年，是不是？2019啊，是很大的机会。去年还成功，今天会更成功。谢谢 Alex。不会。Alex 也是我们员工家属之一。对。所以我在，其实我在 Bisonic， 我看 Bisonic 长大的。我家里每一年有新的东西 ，Bisonic 都玩。No， 我认识 Bisonic 的时候还叫 Key Point。你知道多久以前了 ？Key Point 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高中的1986、87年，是不是？八六八七吧的时候，8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高，对不起，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对啊，所以我看的哇很棒这个公司，对不对？然后今天终于去年看，我也等了快30年，你们才请我主持尾牙，我觉得等了太久了，值得等，真的吗？哦 ，OK， 要不要捐10万？因为我是家属，我就敢讲，如果是没有手，我就不敢讲了。好，那谢，我们考虑一下，好不好？我们考虑一下，明年捐一个20、30万，那我会很精彩。看你了，要不要 ？OK， 好 ，OK， 谢谢，好不好？谢谢。他很会挡。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今天的这个尾牙也到一个这个尾声了，但是呢，继续喝。继续玩，继续跳，好不好？但是我刚刚想到，一定要去找你们的最好的三位朋友，今天要谢谢他们的，有没有？你们做了什么功课？有没有？有没有？一定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好不好？跟他说谢谢，真的谢谢你今天的一整年的这个努力，谢谢你一整年的一个这个 support， 好不好？我也希望我们